选择自己射门被挡下来，哇，这个整个射门的一个角度没有拉开的状况下被挡下，反越位，安以恩反越位成功，一对一吗？射门就进了，现在一对一就没有什么办法了，对，终于把这个比分给拉开了，二比零。不过刚刚这个球，我个人觉得台湾体大这个进攻来讲啊，他们虽然说想要打快，要撕开对方的防线，但是刚刚那个球他在中路的射门，我觉得是有点勉强。尤其你在中路的射门如果没射好，真的打在对方身上变成一个快速反击，就是现在的状况。对，其实当时有好几名的队友在配合，可以往右路再传一下。就对方一直反击，就洞穿整条防线。对，那这个球真的没办法，完全开掉了。而且这个球，后卫回的不够快的状况下，其实田轩进呢，他这个站位来讲，他远门柱没有办法完全封起来。